我在童话小镇跳。在捷克的一个小城镇，那这个小城镇为什么那么有名？是因为就是他们这边的房子都是这样五颜六色的，我们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房子，五颜六色，色彩缤纷，而且好整齐哦。然后屋顶都长得不太一样。我们现在要进入高塔，然后这个入口超小的，我的头都可以顶到这个入口，哦，好窄哦，有种要探险的感觉。天哪，超级窄的入口。进来的门票，学生价25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乐着，新年快乐！好像秘密通道，怎么感觉走很久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刚刚那两个大钟，这里比较清楚。哎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现在就是这边啊，拼命！好奇宝宝。快了，我们快要走到了。天啊，这里真的很窄。我觉得 ceiling is very low. Yes， 有那个密集密闭空间恐惧症的人在这里可能会要有点害怕。那个天花板超级的矮。我们到了，给你们看。哇哦，对啊，好高哦。然后那边是跳小镇的广场，就是很多缤纷色彩小屋的地方。你们看一下。哦，然后那里是城堡的花园。跳小镇是捷克南方的一个小镇，观光小镇。这也是超多捷克人会来观光的一个地方，就非常小的一个镇，大概逛两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。对，就是但是很 chill， 就是来这里放松吧。然后这里四周围也都是湖，这边也有书，你可以在这里留言，写到此一游。Can you write 到此一游 ？Can you？Check Taiwan, Patrick and Peggy. Can I talk in Chinese? 很游客。Yeah. 教堂的塔上面，然后它这个是1273年建的，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。800 right?How long already? 已经大概有750年的历史了。哦，天哪！然后还是很坚固的一个塔。And it was also burned. 哦，然后之前也有被，就是这个塔也有被火烧过。It's 53 meters tall. 这个塔总共有53公尺，然后有152个阶梯。好了，我们要走下去。哟，白痴！欧洲痴汉，欧洲痴汉，很变态。我今天穿裙子，然后那两个变态还放屁。
Already. Oh, Shiba, how are you? How are what? You? What? What? Oh, smells so bad. What did you eat? It smells really bad. 他好烦哦。看这里湖水倒映的景色是不是超级漂亮？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喂鸭子吃面包。我们在喂鸭子吃 shishak。有来捷克的朋友也可以顺便来这个小镇逛逛，就来这里放松的话，然后我觉得很建议来这里野餐，因为这边有湖边，可以坐在那边吃东西 chill 一下。